大师兄，保重！你们也多保重，把他围起来。 叶红颖，你这朝廷侵犯，竟然敢踏出折戒山庄，今天叫你插翅难飞！我又没犯什么罪，你们为什么抓我？赵罗嗦！慢着，你不知道师父是赞助江湖，大师兄现在身份不明，是官府的人，还是贵人的错。站庄主，站庄主，你快帮帮英雄哥哥吧！ 再晚就来不及了，真的来不及了。红影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您的那些徒弟逼着英雄哥哥离开折戒山庄。什么？追！追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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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师父，爹，红莹呢？大师兄他怎么了？说。大师兄被那个长空无名给带走了。长空无名？你喝酒吗？喝酒？你真有雅兴，你带我来这儿就为了喝酒啊？当然不是。我说过，你是难得的高手，我迫不及待的想跟你一分高下。可是你我比武之约还差一天呢。 当初我定下三日之约，那是因为你身上有伤。可刚才看到那么多官兵也没抓得住你，看来你的伤已无大碍，所以我想尽早开始你我之间的比武。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比。浪迹天涯，但求一败。自从我初闯江湖至今，与人决斗不下百回，但从来没有尝到过失败是什么滋味。 你这人真奇怪，天底下哪有什么人想让自己失败的？别人怎么想跟我没有关系。我只知道，江湖上传说你叶红影的剑术出神入化，我只想证明我的醉剑是否能赢得了你的听涛劈浪。可是我只知道师父教我的那套只手不攻的剑法，其他的我都不记得了。我不信。哼。 离开山庄，简直胆大妄为！师父，我爹，您就别生气了。其实二师兄他也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不希望您喝粥中毒的事情再次发生，所以才要大师兄离开的。诸位，你们这次真的冤枉鸟人了。那天煮酒论剑的时候，我寸步不离的盯着他，就连山猫房我都没让他离开。不信，你们就去问孟宽嘛。 孟宽，什么？孟宽？对啊，那天我带着鸟人上茅房的时候，我看到他了。当时因为我太着急了，所以我就没跟他打招呼。他当时也肯定看到我了。这么说，武师兄也有可能是下毒的人？啊？对啊，你们不分青红皂白就把英雄哥哥赶走，太过分了。可是武师弟已经入土为安，死无对证了，怎么能找他说个清楚呢？哎，等等。 入土为安，死了，那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？姚北，如果红影这次有什么意外，我唯你是问。师父，我爹，您就别生气了。三师兄已经带着其他师兄弟出去找了，应该很快就能把大师兄平安带回来。不行，上空无名，武功不足，而且来历不明，红影现在的样子，如果落在他手里。 怕是对红影不利，马壮士跟任院留下来，其他人跟我走，分头去找。
吵！叶平，你这是说错乌龟？给你我一定要死个够你！为什么不杀我？我没有杀你的理由啊！够了，我已经尝到了失败的滋味，没有继续活着的必要了。住手！你用剑背对着一个剑客，这是对剑客最大的侮辱，你知道吗？你错了，我没有要侮辱你的意思，我只记得师父跟我说过，他之所以教我用这把丹锋的宝剑，是希望我明白一些道理。只可惜我太自以为是，白活这么多年，一直没有悟到师父的苦心。我现在终于明白了。你明白了什么？凡事给别人留一条路走，我希望你也给自己留一条路走。你笑什么？啊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但是我看你笑得那么开心，肯定有什么好事。我也替你高兴啊，所以跟着开心。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那么开心吗？因为失败，失败让我看清了一切。突然间，多年压在我心头上的石头已经不复存在了。虚名是一道无形的枷锁，现在我卸下了这道枷锁，整个人感到无比轻松。虽然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但是我还是替你高兴，恭喜你。叶红颜啊，你真是让我很难猜透的一个人。别说你猜不透我，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。你不仅是我难得的对手，还是我最想交的朋友。真的吗？那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朋友了。好，等着。这壶酒敬朋友。我也敬你，来。好，从今天起，你叶红颜就是我长空无名的过命之交。又是这个长空无名出来捣乱，我真是看走了眼呐。当初我对他动之以情，就是想让他为我东厂所用。没想到他处处和我作对，当初我真应该把他碎尸万段。长工，魏姑娘，虽然这次在下没有完成使命，将叶红莹赶出折剑山庄，但是请放心，只要一旦有机会，我一定让叶红莹在折剑山庄之内无法容身。哼，说的简单，照你这么说，只要有战田云在的一天，想把叶红莹逼出折剑山庄就比登天还难。大小姐，飞鸾倒是认为只要是人就一定会有弱点，只要把握住对手的弱点，想要心想事成不是难事。
哦，莫非厉公公又有妙计？这个鄙人还没有，不过我想江少侠一定心有良策吧。我江少侠从小在折剑山庄里长大，熟悉山庄里每一个人脾气秉性的莫过江少侠。而且鄙人认为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有冲突，江少侠只要利用山庄里人与人的矛盾和冲突善加利用，哼，让这矛盾和冲突无限放大，我想要逼走叶红影应该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儿吧。还请公公明示。不必了吧，响鼓不用重锤。江少侠，你是一个聪明之人，我就只能提示到这儿了，这以后的事情就看你自己了。厉公公交代你的事你尽管放手去做好了，事成之后我会亲禀九千岁任你为锦衣卫千户的官职，这么大的回礼你应该可以满足了吧。多谢魏姑娘提醒，二位交代的事情姚北定当尽力完成，绝不辜负二位的厚望，请静候佳音。哎，你好你好，请问一下，你们有没有见到一个个子长得高高的，然后体型有点瘦，有点脑子呆呆的那么一个人啊？没有。谢谢啊。你好你好，请问有没有见到一个个子长得和你有一点像，然后脸白白的一个人啊？对不起啊，没看见。少侠请。长工如此多礼，在下一介草民实在受不起。